东西这么简单就能去角质？想要去角质，因为基本上我自己也蛮懒的，我都会希望呢每天可能擦一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有软化角质的功效。那日本有卖一瓶的，这是专门针对脚后跟，我们脚后跟的皮肉比较厚嘛。然后你看它刷头，它的刷头像浆糊的头一样，对，它是这样很简单，你就轻轻的放在你的脚后跟上这样涂。